而110学年度全县高中应届毕业生县长颁奖典礼在7号上午在中华国小活动中心举行，以分流进场的防疫作为方式，由县长许正伟一一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县长奖奖状给现场高中职73位、国中119位，共计192位的获奖学生。7号在花莲高山管乐团演奏法兰多尔舞曲《克坎沃尔德》的风景，悠扬的音乐当中，展开111学年度全县高国中应届毕业生现场奖颁奖典礼。现场以分流进场的方式，高中子学生73位，国中生119位，共计192位获奖学生，在师长见证的祝福之下，获颁象征最高荣耀的县长奖。今天毕业班获得县长奖的我们同学们，还有所有的家长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，县长好。我想非常非常的恭喜我们的孩子，今天这个第一个阶段是我们的国中好的毕业生。从国小到国中，其实有很多的生理以及我们的这个学识上的转变，而从高中国中到高中，更是跨向了迈向了一大步，学习以及课程上的艰辛度也是如此。在这三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远距的教学、远距的学习，让我们慢慢去摸索如何透过数位以及科技，让我们能够去非常无远佛界的学习。说起来很容易，如何深度的陪伴，如何去让孩子发掘孩子？所以在暑假，我们也会开一系列课程，欢迎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一起来共同学习。没有，我想当家长没有先修班，都是以孩子为师，我们慢慢的、慢慢的跟着孩子不断的成长，看到孩子挫折，我要如何去拉他一把？我想在这里，真伟要非常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校长、老师，跟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巨轮不断的在转动的时候，10年、20年、30年前我们受的师资的教育，并不包含科技领域这一块。而因应的整个课纲不断的改变，以及世界的潮流不断的转变，老师不断的要去加强预备他很多的能力，才能够给孩子满足。县长许正伟表示，县议会的支持让花莲推动智慧教育能够领先全国，再次恭喜孩子们成为全校各校的佼佼者，学习成就光芒有如多了一双翅膀，学海无涯，要积极不断的前进推进，友谊可贵，同侪之间才能够相互扶持。记者蒋丽华社报道。